Hello， 我是你们最爱的摄影博主季老师。今天想教你们如何在阴天不开灯的房间拍出阳光感十足的照片来。前两天我发了一个日常嘛，就是我把家里的一个角落布置成适合拍照和拍视频的样子啦，是不是特别好看？等一下，我就在这一块自拍，然后我拍完之后教你们如何 P 出阳光感十足的照片效果来。拍照这种小事就不要麻烦别人啦，这次我们还是要用到三脚架。把它固定好一个机位，然后找一个，这个有点矮哦。说一下，我的脚架买的是130厘米的，因为总是会收到私信问我这个脚架买多高，所以我在这里统一说一下，是买130厘米的。然后找一个定时的自拍软件。要修出阳光效果有很多方法，我给你们推荐这个软件，软件自己也有一些滤镜，随便选一个好看的。下面这一排呢，就是我所说的加阳光效果了，它有正常的这种大窗户打进来阳光的感觉，每个都试试看。然后旁边这个是百叶窗，阳光打进来的效果。虽然加漏光也能有阳光效果，但是这个软件能有一种从窗户里打进来阳光的感觉。好啦，这期的教程就到这啦，下期见，拜拜，拜拜。